别人不肯帮助我，是我没有作为。我不肯帮助别人，是我没有善心。做人不能过于忍让，这样别人反而会得寸进尺。做人过于善良，别人就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。不要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，因为有些人不会想到你的感受。人是不知足的，心是惯出来的。鸡汤美文，你善良宽容助人，不一定能换来真心真意，有时候帮了别人，自己反受其害。鸡汤美文，做人可以不知恩图报，但不能恩将仇报。鸡汤美文，善良无价，别肆意践踏，真心难得，别任意挥霍。做人一定要学会感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